不要查了，不要查了啊！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完犊子了啊！没了，埋了，埋了，被人给挖开了。哎，这人也不缺德啊！真缺德，之后也不给人家补起来。对呀、啊，乱搞。哎，乱搞。那万一上面塌下来怎么办呢？这个人肯定看视频。看视频啊？看阿明的视频。要不然哪里那么干巧？哎，过来了，哎，尴尬尴尬，两窝啊，都被挖了，都挖了。我刚才跟那下面那一窝我也看了。那咱们做做好事，把它给堵上吧。这万一塌下来怎么办？哎，切的，老子干的是切的，哎，搞得咱们还得给他。你抓分抓分，不能这么搞啊！慢一点，你给他举得慢一点，看看看，石头给他举得差不多。你那块呢？那块给他翻过来，那块给他翻过来，这块给他翻。这太缺德了吧！那块给他翻过来。啊，上面能放得起？慢一点，给我顶住，我给你顶着。给他调好了，直接给他。我那个是不动。看那个对了，看那个对了，很老很老。看什么加油瓶，加油瓶。我们完成。现在咱们是做好事了，做好事。咱们不是过来抓分的了啊，这分都让人家给搞走了。要不签个名吧？哎，咱们给他写个名字吧，下回咱们就知道了。要不会被人家给拿走了，我跟你讲。算了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干好事啊。看我让你们看下一窝也是被人家给挖的啊。这是第二窝。上回说是新弄的，想不到被他们挖了这么深，然后事后乱七八糟弄这边。好事做到底哦，把它又给弄起来。好了啊，给它复原了，虽然不完美，但是总比没有好啊。人家好好的一条水沟拆了，居然弄这边，一点武德都不讲啊。走走。今天算是做好事的一天啊！啊，下一啊，第二窝是你填的啊？啊，是你填的啊？你给他堵的了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又做好事了，又做好事，丢脸啊！丢脸。本来丢脸是不丢脸，主要是人缺德。我缺德，是我缺德，我缺德，我挖的，我跟你讲，是我挖的。算了算了算了啊！哎呀，直接损失人民币2000啊，一窝少1000，两窝2000，然后害了阿明，我师傅啊，白跑下来一趟。什么人都有啊，这人没让早上没让我看见，应该是阿明的本事，肯定是阿明的本事，阿明阿明，明天你那里面本事先问一下啊，看有没有人过来挖的啊，应该是阿明的。挖的话就把那个怎么挖就怎么填回去。对呀、啊，你最起码干点人事嘛，你不干人事，这不装干坏事不干人事，是不是？算了算了啊，那今天就白忙一趟啊。然后明天我们会接着出去。等一下，我要最后给他那个挖那个把咱们那个分抓走的那个，我给他个延伸看看。这个延伸你自己抽去啊！我要做分辨。这个延伸你们自己抽啊！那今天就先这样啊，明天接着干。